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快，给我杀了他！站住！啊、臭娘们，我让你跑！人呢？他妈，给我滚！妈咪，小北终于见到你了。爹爹，妈咪，快醒醒！以前有一个坏人害死我的爸爸妈妈，还有我。幸好上天给我们一次好机会，让我回到那五年前爸爸妈妈还没有生我的时候。虽然我忘了坏人长什么样，但这一次我一定会保护好爸爸妈妈。妈咪，你不记得我们吗？小朋友，你是不是走丢了？你不能跟着我，很危险的。我就是来帮妈咪逃脱坏人追杀的。我真不是你什么妈咪，小祖宗，你放过我吧。哎呀，来不及解释呢，妈咪，你快把手机给我，我打电话让爹地来救我们。爹地，我是你儿子地小北，你快追踪手机定位来救我跟妈咪，有坏人在追杀我们。地警咒，你再不过来救你的老婆孙安稳，明天你就要给他收尸的。说了什么乱七八糟？我什么时候追踪你？等一下，是不是只要我把合同给你们，你们就能放过我们？当然了。我们老大说了，只要合同到手，人就不留。你的委屈啊，你留给阎王去说吧。讨厌你的人渣！不行，我一定要保护妈妈。妈咪，爹地来救我们了！小兔崽子，你敢耍我！走开！让你个傻子！上车！别跑，站住！站住！快上车追！地锦昭，你将死得很难看。我说过，你们毕家的产业都将是我的。爹地，还好你及时赶到，你要是再晚一分钟，就再也见不到我跟妈咪了。原来他就是小北的父亲，长得确实很像。爹地，终于安全了！谢谢你救了我们。你好像有点眼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啊？没见过。胡说爹地，你撒谎可是会变成匹诺曹，蹄子会变长。妈咪现在无家可归，她的家已经被坏人霸占了，你能带我们回家吗？为什么这个孩子乱叫我爹地？怕不是他们真的走投无路了？好吧，谢谢你们的好意，但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妈咪，你是担心那份被拿走的合同吗？他们不会得逞的，因为他们不知道外公的公章在哪里。我知道。你知道在哪儿？就在妈咪以前的家里。还好我贪玩去过外公的房间。小北，你确定公章真的在里面？
是真的，妈咪，我现在就带你上去把它偷出来。现在？啊！妈咪，我们从这里偷偷爬进去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哎，我在这儿住了20多年，都不知道我家居然还有这么一个洞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走吧，妈咪。我才不会告诉妈妈，这条小路是我偷偷出去玩的时候发现的呢。啊！说吧！啊！来，给我抓他们！爹地，救命啊！快来救我们！你他妈丢了，给我丢了！他们马上就要追上了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快，甩开他们！你他妈这么开车的，快给我追！他就这么带孩子的，怪不得这么疯。真好玩，妈咪，你跑得好快呀！小北帮你拿到了公章，那你是不是就可以留在爹地这里了呢？这孩子是不是从小没有妈妈，所以才见人就喊妈咪？真可怜。好，小北，谢谢你。对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，我叫苏婉婉，你呢？帝景州。帝景州，传闻皇城最危险的男人。那什么，我今晚就不住你家了，我怕打扰到帝先生。不打扰。就是一点都不打扰。谁？是我爹地。我一直都知道你喜欢我，妈咪，现在是你表现的机会呢。明天你陪我去拍卖会现场吧，我们要帮妈咪抢东西。去吗？喂，苏婉婉。顾浩燕，你神渣，你要做什么？那是我妈留给我唯一的遗物。我来是提醒你，明天那件死人的东西就要被流放拍卖，你敢推我？怎么样，这份回礼还喜欢吗？我听说苏大小姐好像还有一套私人别墅呢，拍下一个烂镯子应该不难吧？要不然你向我磕头道个歉，我兴许会发发善心给你打个折呢。顾浩燕，你真是卑鄙。明天下午2点，盛宴大楼。跟我斗。我了解苏婉婉，作为她10多年的闺蜜，我明天一定会来。人熟我打算行，明天就让她有来无回。什么？好，知道了。你呢？没事，你们先进去，我有点事要处理。嗯。走，不长眼了你！来的这么快，是不是怕拍卖会开始？呸！你个大坏蛋，我妈咪才不会跟你这种人跪地求饶呢。小朋友，你好可爱呀、啊！顾浩燕，是你叫我来参加拍卖会的，你现在欺负一个小孩算什么？行，那咱们。下一件拍品，
高冰种洋绿飘花翡翠手镯，起拍价20万，每次加价10万，请出价。哪儿来的破手镯？听这名字还挺唬人的。才20万也敢上这儿来拍卖？不会是假货吧？50万。一个要饭的也敢到这儿来摆酷？装什么装？东哥，把他比下去。东哥，新能源计划我看您挺有兴趣的，这样我可以让您一个点，一会儿拍卖会开始的时候，您帮我把那破镯子提个价，我要让那贱人好看。没问题，宝贝，你随便拍，多少钱我都出。100万。150万。哦，150万，还有人加价吗？200万。200万，还有人高过200万吗？300万。好，300万，还有人加价吗？500万。老娘最看不惯有人穷嘚瑟，对不起，撤走，滚蛋。这可是你母亲的遗物，怎么不加了？垃圾，你加价呀。500万第一次，500万第二次，500万第三。等等，1000万。哇，好帅啊！可以见识了吗？那可是不懂。舅舅，您要是喜欢这镯子，我给您送过去就行了。您怎么还亲自到？我花钱买镯子，哄我老婆儿子开心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什么？妈咪给。谢谢你，小北。敢动我的女人，你知道什么下场？我也不知道她是你的女人呢，我也没把她怎么样吧。那埋伏在大楼底下的打手，你怎么解释啊？我呀，叔，谁派你们来的？是郭斌。舅舅，舅舅，你就饶过我这一次吧。你看，我妈就我一个儿子，我妈还是为了救你才死的。你放过我这一次。该求的不是我。妈妈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啊！把那份转让合同还给我。好，好，我给。但是合同现在不在我这儿，由我明天找人给你送过去，好吗？就这样，孟老师。滚！啊，滚！谢谢您，锦州。没事儿。哎呀，东倒凤倒七呢，还客气什么呀？就你瞧不起。明天我会把本属于我的一切都拿回来。不懂，你怎么了？滚！去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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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滚！苏婉婉，你别以为你傍上我舅舅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，你给我等着，今天的屈辱老子让你十倍奉还。好了，别气了，苏婉婉让我明天陪她去找你，你就等着，我帮你对付她。小心点，这个女人不简单，你可千万别露出什么马脚。再聪明，他还不是被我耍的团团转。明天一定要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转让合同给你了，从今往后我们俩不相欠。这本来就是我们苏家的东西，除了公司还有老宅，请你也一并还给我。当初只说了让我交转让合同，可没说让我连老宅一块儿走。苏婉婉，你下次能不能把话说清楚？那我们现在跟你回去拿。走。顾浩远今天的反应不对，按照他的性子，昨天受了那么大的羞辱，不可能今天什么事都没有。顾浩远，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你都快成我舅妈了，还能耍什么花招啊？不要给我。婉婉，你别怕，有我在。
公章。公章？什么？什么公章？公章在你手里啊。听不懂你说什么。还不快走。走。爹地，你怎么没有跟妈咪去见那个坏叔叔啊？你妈咪和她闺蜜一起出去了，一会儿回来。那个阿姨是坏人，他们要害死妈咪，你快去救她。你在哪儿？在老宅。小北说要你小心陈星月。怎么那么晚了，睡下来了？没什么，一个朋友约我咨询，所以正在老宅。嗯，那我们走吧。哥，你看看这个是什么？咱们从来都没见过，谁问你都别说，否则老子弄死你！我操，那那个女人，赏你了。好。美女，别过来！美女，别碰我，走开！妈咪有危险！对不起，我应该陪你一块来的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我的包被抢了，公章在里面，我求你，求你帮我抢回来。公章在哪儿？公章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公章找回来的。妈咪疼吗？没事，不疼。妈咪，我知道公章在哪，坏叔叔和坏阿姨把他拿到妈咪的老家了。你们这对狗男女，把公司公章还有合同还给我。你有病吧？你有病啊，说吧。快滚！海琪，我警告过你，不要再碰。你怎么回事？他是你能动的吗？要不是赶紧看看。我帮你。我帮你，你这样凶我。帮啊！他就是个没良心的客户。当你没了利用价值，何况打你、杀你都不眨一只眼。公司合同在哪儿？舅舅。公司的公章跟合同是别人从他手里抢走的，跟我没关系啊。我有说东西被人抢走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莫不是你派人来的？哎，金月，哎，金月，刚刚才是我不好啊。这样，你就跟我舅舅认了吧。你舅舅不会对女人怎么样的。你要是不承认，咱们俩会死得很惨。你在说什么，顾浩业？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，不交出公司公章，我打断你们的腿。真的？你不会吗？哎，臭女人，赶紧认了呀！我认什么顾浩燕？你在这儿跟我装什么孙子？不敢做不敢认啊！你就不打扰了。别走！真的不是，哎，就这么走了？你不怕他们把东西转移啊？顾浩燕是个多疑的人，既然他不认公章在他手里，那我就只有拖延时间让他们内讧喽。对了。你是怎么知道陈星月早就是顾浩燕的人？是小北告诉我的。你儿子真的很机灵。小北不是你儿子了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小北怎么可能是我们俩的孩子？这当然不可能，我们俩就没干过那样的事。爹地妈咪，我已经没事了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呀？小北，你告诉妈咪，你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？我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，是爹地妈咪的爱情结晶哦。
喂奶，张口就来了。奶，你真的相信小北刚刚说自己是从未来穿越过来这种话？好像也没有别的合理的解释了，除非我俩都失忆了，忘记了一切。爹地妈咪瞒着我在说什么悄悄话？你说什么？你叫他们爹地妈咪？明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也不说一声。地哥哥，这个狐狸精是谁？还有这个小不点，他为什么叫你们爹地妈咪？明月，不可以那么没礼貌。地哥哥，你都背着我在外面搞女人了，私生子都这么大了，我还跟着不要脸的女人讲什么道理？狐狸精滚一点，不准你靠近。没事吧？我带你去我妈咪。这个小崽子，我够了！你真以为可以在这胡作非为吗？地哥哥，你竟然为了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吼我！来人，把她给我轰出去，没我的允许，不准踏进地家半步。还疼吗？没事，就是擦破了点皮而已。放心，这次是我疏忽，让你受伤了，不会再有下次。谢谢，我没事了。看来爹地妈咪已经喜欢上对方，该轮到我出马给他们加把劲呢。小青，别睡了，别睡了！哎，我小雪公啊，这谁惹你生气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？爸，你为什么不看着地哥哥？啊，让他跟那个狐狸精生下孩子，他现在都不要我了。你都生我孩子了？对呀，孩子都四五岁了。你还一直说让我嫁给他，我出国这两年你为什么不好好看着，一直把那个女人跟孩子藏着，我们都被他给忽悠了。宝贝啊，别生气啊，一定查清楚。查有什么用，我要让他消失，永远消失。好，妈妈答应你啊，你先咱们洗个澡看看。等我呢。好吧。苏小姐，你来啦！你父亲最近气色不错，身体恢复的也挺好的。麻烦你了，谢谢。没事。女儿没用，顾浩言太狡猾了，他把老宅抢走，我甚至现在连公章都落在他手里。不过你放心，爸，会放心。顾浩言他坏事做尽，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。顾浩文，顾浩言，怎么又是你？你要做什么？少说废话，跟我走！啊！跟我走！啊！敢打我！啊！我啊！苏浩文，庄老大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有的私生子。这几年我一直跟在弟弟周身边，我没见过他和哪个女人有过接触。啊，知道吗？我知道错了，庄老大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记住，我不会给你费第二十次。我要知道地锦州所有的东西，你马上去给我查，滚！关爷，你疯了吗？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杀了我吗？我不会动你的，
钥匙、公章，还有合同，这些东西我通通都可以给你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你去跟我舅舅说，所有的事情都既往不咎，再给我一笔钱，放我一条生路。你这是对我做了什么？你他妈别管那些了，我没时间了。东西都给你，我也可以滚蛋。不可能，你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是你害得我爸爸入院昏迷的，我不可能也高兴。那你他妈还想我怎么做？我不可能让你全身而退，还想我给你钱？没门。苏婉婉，你他妈别逼我，老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，大家都别给我过。对不起，还有什么本事？走！爸，杀了我，你也会死的。走！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知道你去医院，想去接你，没想到遇到他把你抓走了。王爷，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你们逼我的！你对他做了什么？我找到了他害你父亲昏迷的证据和他犯罪的证据。队长，我这些东西我都还给王哥，求求你不要告我。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，就看在我母亲的份上，当初是我母亲救了你一命，你就当还他个人情。你不要告烦我，我不想蹲监狱。舅舅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你母亲要是知道你的所作所为，死都不会放过。再给我个机会。我已经报警了，他们在来的路上，你也该为你所作为解，付出代价。不行，再给我个机会。舅舅，舅舅，舅舅，再给我个机会。舅舅，舅舅，舅舅，舅舅！妈咪，你没事吧？小北，你怎么了？我跟爹地一起来的，但是爹地说太危险，不让我跟他一起去。谢谢你，又救了我一次，还在背地里一直帮我对付顾浩燕。你要感谢的是小北，是他一直提醒我，告诉我一切。妈咪，你没事就好。猫咪，快醒醒！爹爹，猫咪头好疼。小北，你怎么了？头疼。小北。年轻人，需要帮忙吗？你是谁？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是谁不重要，但是我知道咱们有个共同敌人帝锦州。我知道他是你舅舅，刚才你也看到他根本就不管你的死活。难道你就心甘情愿一辈子要他骑在你的头上？可是警察不会放过我的。这点小事我自然不会管，替罪羊多的是，只要你跟我合作，我会让你成为帝家的接班人，咱们共同扳倒帝锦州。好，只要你能帮我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年轻人，哦，一言为定。庄小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一个下人也敢拦我。对不起，庄小姐，先生吩咐了，你上次弄伤了苏小姐，不再让你进来。帝哥哥那是开玩笑的，那个狐狸精怎么可能跟我比？你再敢拦我，你信不信我把你脸打烂？你，林月，帝哥哥回来了。是我不让你进去，是不是连我的脸都要打烂？帝哥哥，你月已经知道错了，
明月清晨来呢，就这么知道的。还有就是，我爸爸说让你去找他，跟你聊点事儿。知道了，你先回去，我也回来。锦州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怎么是你？你怎么进来的？出去！我看该滚出去的人是你吧？你有本事让帝锦州像赶你走一样赶我走啊！你这个狐狸精，你拽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我爸爸跟帝哥哥的关系？你信不信只要我爸爸一句话，帝哥哥就能让你永远消失？松开！我命令你松开！疼吗？那你打别人、找别人嘴的时候，怎么不知道别人也会疼？你这个狗东西，还敢教训我来了！这就是你惹我的下场！明昭，明月一回来。倒是嚷嚷没有私生子的事儿，对你的影响不好。都怪我在俺父亲教导的话，从小就该灌输教育。来了，请。庄伯父言重了，那不是妖言，的确是我的孩子。什么？这事我怎么不知道？庄伯父，其实那个孩子是……不好了，不好了，老爷，小姐受伤了。什么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拿药箱给大小姐止血呀！明月，你这么胆大包天，敢把你给伤了？就是帝哥哥家那个女人，她拿酒瓶砸我爸爸。你去找她了。我本来想给她道歉来着，谁知道这个女人非但不领情，还让我有多远滚多远，甚至还跟我动手。帝哥哥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锦州，这明月可是我的心头肉。从小到大，我都没舍得碰过他一次。今天这事儿，庄伯父，我回去一趟，了解一下情况。如果真如明月说的那样，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就是我说的那样，只不过他恶人有恶报，砸我的时候自己也弄伤了而已。你说什么？他受伤了？帝哥哥，没想到帝锦州这样的人，竟然也有这样嚣张跋扈的女人，这下事情就好办。怎么回事？是明月弄的吗？刚刚我们吵架，起了点冲突。怎么回事？伤成这样，都流血了。医生已经处理完伤口了。伤口结束也差不多了，但伤口不是很浅，得注意一下。好吧。别太过分了。哎，锦州，算了，我不想节外生枝。对不起，我说过不再让你受伤。妈咪，爹爹，小北，小北，爹地，我好像看见那个叔叔。什么叔叔？是在未来世界害死爹地和妈咪和小北的叔叔。小北，你知道那个叔叔叫什么名字吗？不知道，爹地，你好像也不知道。他是个坏蛋。你的意思是说他是我身边的人？嗯，爹地妈咪小北害怕。小北别怕，爹地和妈咪都是保护你的。你说小北说的会不会是真的？小北的身世一直都是个谜，他曾说过他来自未来，好像能洞察未来的一切。那你切记小心脚碰到你。你是在关心我吗？我只是觉得你是小北的爸爸，所以什么？所以如果小北说的是真的，在未来就是梦。胡说，我才不是你的什么老婆。小北，困了吗？跟妈咪睡觉去。你
眼睛是瞎了吗？连我爸爸你都敢拦？庄小姐，我不是在拦庄老先生，只是地先生特意吩咐过，你不准再进来。你，我今天来就是跟那个贱人讨个说法。地哥哥可是亲口答应过我，要给我一个交代。你住手！爸爸，他就是勾引地哥哥那个狐狸精，今天我就让你滚出地家。明月，好了。不好，我就是要撕下他这张狐狸皮。你敢打我啊！赵明月，疯够了没有？明月，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打死。赵明月，别太过分。地哥哥，你就知道护着他，明明是他先对我的。我还没瞎。月，好了。不好，你怎么也帮着这个狐狸精？难不成你也看上他了？放肆！对明月这么口无遮拦，我要对你动家法了。赵伯父，麻烦你带他离开，他要是再伤害我的女人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的女人？他凭什么可以做你的女人？我不准！你没资格在这叫嚣，你非要弄残废他，你才安心吗？对。我就是要弄残，我就是要弄死他。明月，怕什么？爸爸，你就真的打我，我恨死你了。哥哥嫂子道歉。什么哥哥嫂子？不认。这件事儿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对不起，是我们乱怪你。是不是啊？我昨天在这里道歉。庄老先生，我知道这根本不关你的事。实在对不起，打扰了，我先回了。听说你跟我的侄儿修成正果，已经有了一个儿子。今天晚上我做东，请你们一家三口吃顿饭，算是给你们赔罪了。庄老先生，你误会了，我跟锦州他……伯父，怎么能让你做东？今天晚上要是有时间的话，留下来吃个晚饭，我让我老婆喊小北下来。你说什么？不都一样吗？是吧？小北，这画的什么呀？小北想要把那个坏叔叔的样子画出来，好让爹地妈咪小心。好啦，不着急的，下面有位爷爷到了，他是爹地的伯父，今晚要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哦，我们下去见一见他吧。小北，快喊庄爷爷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的。小北，不能这么没礼貌，庄爷爷只是想看一眼你的画而已。我不想要他碰。小北，不许这么说。爹地，今天晚上我能不能不跟他一起吃饭？看来这孩子不太喜欢我。那既然这样，你就不打扰，我就先回去，我改天。小北，你刚才很没有礼貌，知不知道？告诉爹地，为什么对庄爷爷这么无礼？对不起，爹地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一看到他，我就很害怕。小北，你认识他？我不认识他，可是我也不喜欢他，很不喜欢他。小北，以后就算不喜欢，也不能这么无礼，知道吗？哦，小北知道的。把画给我看看。你画的是上次你们说过的那个坏蛋，但是小北的脑海里很模糊，所以小北想要把它画出来。你上次说那个孩子是莫名其妙出现的。对，就是莫名其妙出现的。您看，我跟苏婉婉在一起那么多年，她根本没时间跟我舅舅生那个孩子，那我舅舅也是一样啊。那就有意思了，那你先从孩子这方面入手，给我
查得越清楚越好，要知道所有情况。是，周先生，您之前答应我的事儿，放心吧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按计划行事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这次公司竞标的项目，我很早之前就听爸爸说志在必得。你之前不仅帮我拿回了家产，还有公司，现在还帮我来竞标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小事，放心吧，这次竞拍我们志在必得，不会有意外的。那就好。这次竞标得主是顾先生。怎么可能是顾浩燕？这不可能，竞拍者的竞标价是3000万。三千万，我们明明出的比他高，不是价高者得吗？这场竞标有问题，估计我们是被摆了一道，这是最低竞拍。被摆了一道，难不成是顾浩燕？上次我已经报了警，但警方说证据不足，不然他也不会那么容易逃脱。怎么可能证据不足？估计是被销毁了。混蛋，竟然又被他得逞了，我要去找他。别意气用事。顾浩燕最大的弱点是怕死，只要有个风吹草动，他就会自乱阵脚。这件事交给我。不行，我还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婉婉，别冲动。顾浩燕，你给我站住！好狗不挡道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场竞拍是不是你搞的鬼？看来你蠢的还不是那么完全。是，是我放风出去，让你们以为这是一场最高竞拍。怎么样，煮熟的鸭子到嘴飞了，什么感觉？哎，想要啊？啊？卑鄙小人！你骂就骂的大声，听不见啊！你骂的越大声，我越开心。不过好长时间不见，你好像变漂亮。你松开！给我滚！再碰他一下，小心你手不保。这项目你也想要？啊，你想要你说呀，你要我就给你啊。谁都跟你一样，一点情分都不讲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你警告你，再敢碰他一下，别怪我没经验。别以为我怕了你，是吗？你不怕我？告诉你，现在项目在我手上，你们两个再想要也没用。还有你苏婉婉，你不要以为家产在你手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咱们走着瞧。怎么办？一旦他要是把那个新能源工程项目顺利开展起来，整个计划都会被垄断，还有我爸爸的公司到时候会殃及池鱼。他没那个能耐，只不过我总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你的意思是他在背后有人给他撑腰？极有可能。罢了，走一步算一步吧，我们先回去匆匆记忆。是我哦，精心为爹地妈咪准备的。你做的？当然不是啦，我用爹地手机叫的外卖哟。好啦，我现在要去后花园玩，就不打扰爹地妈咪吃晚饭的。口令挺怪的。既然是小北准备的，那就不要浪费人精力了。事情有OK， 大功告成。
行了，再多睡一会儿。昨天项目被抢，我怕会有更大的麻烦。我回公司一趟，看一下目前的状况。从小到大我都没受过这种气，我给你点颜色瞧瞧，还真拿我当病猫。小北，系好安全带哦。小北，好玩吗？弟弟，我们现在就要去看外公了。弟弟，我们、啊、小北，小北，小北，坐好。爹地，救命啊！有车在后面撞我跟妈咪。这里是监控死角，就让你们母子一起下地狱吧。就再也没人跟我抢弟哥哥了。爹地，怎么回事？好好的怎么出车祸了？不知道，我们当时在路上开得好好的，突然就有车撞了我一下。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后车，就又撞了一下，车子失控撞上了路边栏杆。在醒来时，我和小北就在医院。人没事就好。我怀疑那辆车是故意撞。松开我！松我什么？啊？你知不知道你那样干不死？会被抓起来。抓什么？那里根本就没有监控，要不是你拦着我。母子俩都已经死了，那儿已经装上了，你动动脑子行不行？我比你更想让他们死，但是这种事别脏了自己的手。你装什么？我跟你很熟。明月，实不相瞒，其实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你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过是我爸身边养的一条狗而已，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。坏我好事儿！吵什么吵？等我拿下了苏家的资产，老子就把你放下。听说今天是你救了庄明月，告诉你，怕他一时冲动做了傻事儿。哈哈哈。你这事做得不错，我不会亏待着你。不过明月还是做事一根筋，我们的计划千万不要让他知道，怕他不懂事。不懂。小北，把球传到妈咪这里。好嘞，妈咪，你接着。小北，过来，弟哥哥，这里不欢迎你。弟哥哥，你就真的这么讨厌我，连跟我说句话都不愿意吗？我跟你没什么可说。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，你一定会很想知道，是关于郭浩业。我还听到他说，跟苏婉婉有关的事情。你认识郭浩业？我可以告诉你一切，但是我要留在弟哥哥身边。不可能。我退一步还不行吗？顶多他做大，我做小。不要脸。爹地才不喜欢你，他只爱妈咪一个。小北，别胡说。他没有胡说，我不会答应你这么荒谬的条件。我的心里从来没有你，以前没有，现在以后都没有。你不要想了，你的事情我没兴趣知道，请你立刻离开。你当真要这么狠心吗？
好。讨厌，赶走讨厌鬼呢！爹地妈咪，我不想踢足球呢。好吧，你先陪小北玩，我回卧室写份策划书。嗯，好。小杂种，连我也敢骂。锦州，不好了，小北不见了。什么？他不是自己在院子里面玩吗？我也以为是，但是我刚刚去找他，发现他根本不在院子里。你别担心，他可能自己出去玩了。我现在去找他。我跟你一起去。不许叫，不然我现在就弄死你。你竟然敢咬我！好了好了，不要哭了，祖宗祖宗，我求求你，不哭了不哭了。明月，果真是你抓了他？是我抓的，我就是要绑架他，威胁那个狐狸精，他能有多远滚多远，不准靠近帝哥哥。你简直胡闹！是不是有人看见你抓走了他？帝锦州已经赶过来了，马上就要到了。他怎么会知道呢？那现在怎么办？爸爸，你一定要帮我。要是被帝哥哥知道，我跟他就再也不可能了。这晚上你带我千万不要露馅。好。赵明月，是不是你带走了小北？有人说看到一个女人带着小北走，一定是你，对不对？什么小北？我没见过。明月，你又怎么惹着人家，让人找上门来了？爸爸，他们诬陷我抓了那个帝小北。我从帝哥哥家回来之后，就径直回了家，根本没见过什么小北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你带走了小北。明月以前确实得罪过你们，也杀害过你们，但是今天这个事儿，你们如果特意冤枉了他，我这个做父亲可不会饶了你们。赵伯父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让我们进去找一找。凭什么？就凭那心虚的样子，小北一定还在你这里。小北，小北，小北！喂，明月，要出去吗？小北。我看了他的行车记录，确实回了庄家，没有去别的地方。我就说没有吧，怎么可能？小北这么大一个人，怎么可能突然消失啊？一定是你们家有什么密道，把他藏起来了。什么密道？我警告你啊，你不要乱说，否则我打烂你的嘴。既然没有找到，我们就先走了。请便。我们就这么走了吗？我总觉得哪里都不对劲了。小北一定是被钟明月抓起来了，没错的。既然你怀疑，那我们就在外面守着。小北要是在这儿，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。好，那我们就在这守着。怎么办呀？他们现在还守在外面呢。孩子的事儿就不要管了。你现在千万千万别再给我捅出什么娄子。到时候我有办法让帝锦州死心塌地跟着你啊。妈妈，你真好。我的小祖宗啊。嗯。不行，锦州，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其中定有蹊跷。我要进去再搜一遍。等等，只要不伤害我儿子，任何条件我都可以答应你。是小北吗？好，5000万没有问题，
但我确保儿子没事。你让他说话。烦得太死了，为了没尿。我让你们现在立刻把钱放在废弃的垃圾桶里，记住别报警。你还有没有人性啊？孩子还那么小，你就为他吃安眠药？你说会不会是调虎离山？其实小北还在装傻。看看再说。喂喂，小北，怎么样？警察那边查到什么了吗？那5000万根本没有人拿走，具体事情怎样，要等小北醒来再说。小北，小北，你醒了？不要，不要！小北，是我，我是妈咪啊。小北，别怕，坏人已经被抓走了，告诉爹地。那坏人到底是谁？我不认识。医生，小北到底怎么了？小北受到的刺激可能有点大，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他可能失忆了。失忆？失忆了。这些东西就跟一堆杂物一样，他到底想表达什么？可能是瞎画的吧。先生，庄老爷子来了，说是特意来看一下小少爷。让他进来。小北啊，怎么样？哎呀，小北，你在做什么？不对啊，小北情绪不稳定，我们先出去吧。小北，千万别刺激。来妈妈这里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好怕啊，没事。抱歉啊，伯父，刚才没有吓着你吧？哎，是，那就可怜小北了。你说是谁这么丧心病狂，就害了一个孩子？话说回来，之前还误会了明月，以为是他掳走了孩子，我该向他道歉的。既然误会成形就好了。哎，对了，听说你对新能源工程计划很感兴趣，刚好这个计划就在我手上。在你手上？哥哥，这项目你也想要啊？你想要你说呀，你要我就给你啊。谁都跟你一样，一点情分都不讲。现在项目在我手上，你们两个再想要也没用。还有你苏婉婉，你不要以为家产在你手上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，咱们走着瞧。难道顾浩燕背后的人就是庄伟华？哎，金总，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？没事，不知道伯父是怎么得到这份计划的。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个道理你应该懂吧？啊，老板，我回来了。嘘，我刚把小北哄睡着。小北刚才一直支支吾吾的在说一个坏字，我觉得庄伟华这个人能帮你。会不会你想太多了？不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庄伟华这个人绝对不像表面上看你这么简单。会不会你是受小北的影响，所以想太多？刚才庄伯父还跟我说要把新能源计划送给我们。新能源计划不是在顾浩燕手上？他买下来了，
凭借顾浩燕的性格，他不可能就把孩子卖出去。锦州，你要小心，这里面可能有诈。放心吧，我会小心的，并且一定会拿下新能源计划。什么？您明天让我在帝锦州和那个小贱人面前跪地道歉？没错，而且还会把那份新能源工程计划给输。壮老头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糊涂的是你，难道你不知道小财不出大财不入吗？我告诉你，没一股鱼饵还想钓大鱼。可是我没有可是，明天你如果要是不去，咱们的合作马上终止。你给我滚蛋！死老头，你他妈是老几呀？等老子拿到了所有的财产，我他妈第一个弄死你！锦州，咱们之前出了点误会，今天吃完这顿饭给你们供销。张伯伯，我有事情想问你。对，我还差点忘了，我今天特意备了份大礼送给你们。来人，把他带进来。锦州，那份新能源计划就在他手里面。听说他得罪了你，所以我就自作主张给你出了这口恶气。我是看不得你受半点委屈。舅舅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在您面前作威作福了。您就跟庄老大说一声，把我放了吧。顾浩燕，你不是有靠山吗？我没有。别装了。我早就知道你背后的人是庄伟华，对不对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还在这给我折磨？你觉得像庄伟华那样的人，他会帮你吗？当你没有了利用价值，他就会一脚把你踹开，你信不信？什么利用价值？就这种死老头啊！等他死了才好呢！你他妈说谁死？死老头，我一定会记住今天的。看顾浩燕眼中的恨意不假，难不成真的是我多心了？爸爸，今天是我生日，能不能不弄得那么乌烟瘴气？来，我们干杯吧！我先把他带出去教训。走。帝哥哥，苏小姐，之前多有得罪，我敬你们一杯。你就被人吓掉了。关了。庄明月，先下药。对呀、啊，我给他下的是迷药，我给你下的是什么药？帝哥哥，我从小最大的愿望就是嫁给你，我一定要得到你。庄明月，你疯了吗？我没疯，我知道自己要什么。明月，你干什么？爸爸，我求求你，你就不要管我了。这次您全当没看见。真是疯了，全世界男主死绝了吗？你那就非他不嫁。爸爸，怪女儿没用，女儿只爱你哥哥一个人。爸爸，我求求你了。造了什么孽呀我呀啊！我生了你这么个女儿。顾侯爷，别装了，赶紧给我滚出来！你带上帝锦州和明月，赶紧去酒店，这里的事我来处理。真的吗？谢谢爸爸成全。你赶紧滚！坏我好事儿。
舒小姐，醒醒，舒小姐，醒醒！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是庄明远，他想研究一下李瑶。这怎么可能？你这口气，一定是被庄明远带走了。我要去找他。这是不由自动，你很快就走。天仙，我不进去，我这就去。明月，别怪父亲狠心出卖了，是你太蠢，坏了我精心布好的局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哥哥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滚！门给我带上。哥哥，是明月啊。弟哥哥，弟哥哥，我不是那个贱人，你叫我明月，好不好？怎么会这样？季锦州，你也有今天，还有你程云，到最后不还是为我做了嫁衣？怎么是你？你这个流氓，都怪你！这可是我的第一次，你怎么这？不一样，就是不一样！你给我滚！你再静一点！起来吧！锦州，锦州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，我被吓唬，迷迷糊糊好像跟谁说，就算明月做的不对，给你下药，我自然被教训了。你怎么能要他命啊你？所以你是不是真的和他发生了关系？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脑海里都是你。够了，我不想再听。我知道这一切或许不是你的本意，但是我无法接受。这里是哪儿啊？你还有脸问？这里是医院。庄
你对我下楼之后到底还做了什么？为什么发现的时候你会受伤躺在地上？我们真的做了那样的事情吗？难不成帝哥哥不知道一切发生了什么？既然这样，对不起帝哥哥，我是因为太爱你了，所以才会给你下药做那种事。这不是我们真的？对，就是你想的那样。这种事儿敢往我舅舅身上推，不过也好，帮我省了不少麻烦。你来干嘛？我来干嘛？怎么？我这个旧案来看看你的新番不行吗？你别跟老子唧唧歪歪，赶紧给我滚！不想听我废话。行，我给你看个东西。你说这个视频要是苏婉婉看到了会怎么样？被帝锦州看到，他又会对你做什么？你他妈到底想干嘛？很简单，我要钱，给我钱，不然这个视频我就溜出去。我和你在你之间出了一些问题。妈咪好像过不去心里的那道坎。抱歉。是时候要跟小李分开。你要去哪儿？不用你管。新能源项目我从庄伯父那拿下了。既然新能源计划书已经到手了，那我就更该走了。以前你对我的帮助，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。对了，周伟华不是一个简单的人，你以后小心他一点吧。你不用走，外面太危险，我不放心。如果你实在不想看到我，我去公司住几天。想起妈咪了？嗯。小贝，你现在真的清醒了吗？那你告诉妈咪，到底是谁抓走了你？糟了，那个坏叔叔的药太厉害了，说不出话呢。我们慢慢来，好不好？如果你想知道我跟帝哥哥有没有发生关系，那么就到医院来见我吧。方月，来了，还挺快的。你跟锦州是不是真的发生了关系？你可真是个白痴，竟然还真的问出口了。当然是真的，他当时呢，就是这么吻着我的脸，吻着我脖子，吻了我全身。我们可是折腾了一夜啊。哦，你知道我是怎么受伤的吗？哎呀，风雪文，你真是羞死你！你给也不要了，给你300万，带着那个小杂种，如有多难。我告诉你，还有，请对我儿子尊重。苏儿，别给也不要了。苏儿，你怎么可以推我？我跟帝哥哥发生了关系，
已经是事实了，生米煮成熟饭，那可是我的第一次，我不会离开帝哥哥的。帝哥哥，哎，帝，你怎么来了？帝哥哥，他刚才给我闭嘴！用肮脏的手段达到的目的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？帝哥哥，我把一切都给你了，你难道不想对我负责吗？喂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对他做了什么？我没有，他装的。喂，你别死我这儿啊！医生，他要是有什么问题，你给我看着办。这不关我的事儿，李哥哥，你起来。医生，他怎么样？你太太是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，医生？怀孕。她怀孕了。主要是最近情绪不太稳定，加上身体有点虚弱，我到时候给他开安胎药，到时候记得服用就好。好，谢谢医生。难不成是那天晚上？怎么会这么准？老板，你听到没有？我们有孩子了。怎么又怀孕了？不可能啊！你这么容易怀孕？不行，不能再让他顺利生下一个野种。婉婉，我知道你现在怀孕了，心情一定很乱，但我还是那句话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找到证据证明我和庄明月没有发生关系。等我。小北，妈咪肚子里是小北，一定是小北。小北，怎么了？喂，站住！等等，要是妈咪肚子里的我保不住，这样下去我会消失的。你醒了？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吧？没事，医生说了，去得及时。小北看见了砸窗户的人是谁？就是那个坏女人做的，可是我看见了，也说不出来呀。你背着我干什么了？我不就把他给砸了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谁让你擅自去打傅婉婉的？爸爸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咽不下去你就给我咽，用着自己动手吗？这样说，你早晚害死我！我告诉你，你今天开始哪儿也不许去，滚回房间去！不要，走！放开我！你别要吧，没你这种猪一样的你。何老师，在我没有弄死地底沟，得到地下一切的时候，你们老实点答应，哪也不许去。爸爸，原来你一直想弄死你哥哥。喂，你好。你说什么？我爸醒了。哎，好，锦州，快送我去医院。医生说我爸醒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不要我。别哭了，都是他妈的人了。谢谢姐，这段时间对他的关照。伯父，应该的，毕竟很早之前。
我就一心想着照顾他一辈子了。记得，我老了，妈妈的也不了解公司的情况，我看得出来，你是个可以托付的人。可能过几年，完全不是你路人，我想把苏家的一切托付给你，我愿意把苏家的一切都转移到你名下。靠！这老子，我他妈当初都快给他跪下了，他连股权的三分之一都不肯给，现在全给我就有了，我怎么迟早有一天弄死他。别早晚了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弄死他。反正现在苏家已经在你舅舅手里，你拿他是拿不到，我们还得依靠庄伟华那个老头，但是弄死那个老子，出口气可是可以的。你说的对，弄死那个老不死的，让他们咽不下这口气。谁啊？是婉婉吗？林中间，好久不见。咦，这个人咋还敢来？我们帮了你那么多，你。这些回来对付婉婉，你们会是地狱的。老疼，指甲都拽不掉。救命啊，婉婉，救我呀！爸爸，别走，不要！婉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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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没事吧？锦州。我梦到我爸爸了，他在梦里一直喊救命，你说他是不是被人害死的？婉婉，伯父的事只是个意外，不要想那么多。小姐，老爷交代过了，你不能离开这屋。你给我滚开！刘月，你要干什么？爸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就是想……你什么都别想，老实在家给我待着，不要再说第二遍。你给我婆婆看好。弟哥哥有危险！这里是三楼，三楼。这个应该够长，可以从这个缝爬下去。外公在未来明明是活到好久才去世的，我现在又说不出话，该怎么告诉爹地妈咪外公确实是被坏人害死的呢？
天哥哥，坏女人不能让她进来。我让你给我让开，我现在没工夫管你。小北，庄明月，你在干什么？聂哥哥，聂哥哥，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庄明月，最好提到小北没事，不然就算你爸来了，我都不会放过你。对，聂哥哥，你怎么知道是我爸？杀了你，他要杀了你，他还要杀了我啊！聂哥哥，救救我！明月，他来了，聂哥哥。明月，别再闹了，走吧，回家啊。明月，别胡说八道。这么他怎么了？他是一直想破坏你们舒小姐的感情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把你家关了几天。你们关了两天，你就这样？可他刚才说你要杀了他，还要杀了我。疯子说的话你信？既然这样，伯父，你带他回去好好疗伤吧。我带小北先回去了。来，小北。庄北华一世英名，怎么会有你这种女儿？你不如去死！你是死人吧？把她给我带回去！是，再和跑了，我饶不饶你？站！机会要提前。小北怎么了？刚才庄明月跑进来发疯，推了他一下。我检查过了，没有受伤。去找医生吧。你照顾一下他。嗯。妈咪，我没事。你能说话了？我没事呢。好，小北，那你告诉妈咪，当初到底是谁抓走了你？不行，我不能告诉妈咪。我想起来那个幕后大坏蛋是那个叔叔，他现在还怀着我。万一出现不好的状况，一切可就麻烦了。是一个不认识的人。不认识的人？不认识的人？这么说不是庄月他们。爹爹妈咪，我想告诉你们，外公在未来的时候可是活到我四岁的时候，他不可能在医院发生意外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搞清楚谁给外公痛下手的呢？妈咪，你之前猜的没错，外公可能真的是被坏人害死的。你说什么？王兰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女人做的美甲片，爸爸手里怎么会有女人做的美甲片？难不成害死他的人就是戴着这个美甲片的人？庄明月，庄明月现在疯疯癫癫的，还被庄老锁在家里。况且他跟伯父无冤无仇的，为什么要害他？那会是谁？到底是谁要害死爸爸？终于想起来了，那个抓走我大坏蛋，就是害死我跟爹地妈咪的人。小北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妈咪，你怎么回来？好吧，妈咪，我告诉你，上次那个坏蛋叔叔其实就是在未来害死我们的那个人，抓走我的也根本不是陌生人，就是他。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这样一直瞒着我们？我怕妈咪太冲动了。在未来的时候，爹地说的，在大坏蛋的书房里有很多证据，可以把他送进监狱。在他书房？妈咪，你可是答应我的，只是来看看，可不能进去哦。你放心吧，就算要进去偷证据，我也会跟你爹地好好商量对策的。毕竟他可是害死我们一家三口的凶残人。商量什么呢？跟我也商量商量。夫人呢？刚刚火急火燎的出去了。没说去哪儿？没有。你这个贱人还挺聪明的，上次差点就被你给炸了。不过有什么用呢？
不还是得死在我的手里？顾浩燕，你跟周伟华果然是一伙的。哼！带走，给我带到书房里去。走。我刚才看到这两个人鬼鬼祟祟，说什么你要杀了他们一家三口。哦，你是怎么知道我最早计划？嗯，是上次你们说过的那个坏人，但是小北的脑海里很模糊，所以小北想要把他画出来。居然不告诉我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。不准你靠近我妈咪。你个小子，心不在自信。你想不想失去爸爸？我今天就发发慈悲，养你们一家团聚，把你们全家杀光光。有什么事冲我来？跑不了你，只要有你们在，我害死帝锦州那就清楚。我早就说过，你们帝家的产业都是我的。周伯父，我实在不理解，锦州那么尊敬你，你们不是一直都是世交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？世交，他世交，他的爸爸妈妈都是我色戒害死的，他算什么世交？你说什么？原来在20年前就按计划杀掉他的父母，然后就应该得到帝家的全部家产。没想到千算万算，偏偏让帝锦州这个8岁的孩子活了，这却是一个意外。录得清楚吗？用不用我再说一遍？你怎么知道？哎呀，就你这个毛头臭丫头也配跟我玩这套把戏啊？杀了他，杀了他！安静了，冷静一点。你放开我！是你。是你夺走了我的第一次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那天帝锦州他晕过去了，所以我和明月什么？说明月身上伤是你弄的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！什么狗胆包天，敢对你做这种事儿！原来。那天锦州没有跟他发生关系，是这个人渣做的。不好了，锦州来了，就在楼下，看上去很不好惹。你哥来找我了。行，行，我慢慢跟你说。你先把他带他们娘俩我藏地下室去。还好他反应快，你娃娃出生，那就把这小子弄死，听见了吗？老聂，把他捂上。走。爸，你哥来找我了，他来接我了。走什么走？你个疯丫头，你回去。锦州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什么，来找伯父了解一下新能源项目的事情。不过，我怎么听到我老婆孩子的声音？你听错了吧？他们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哎，不过锦州啊，伯父这两天身体有些不好，新项目的事儿。你过来，你再聊吧。那是婉婉的桌子，看来母子俩一直被抓了，就关在这儿。帝哥哥，帝哥哥，你一定是来找我的，对不对？帝哥，明月，这帝哥哥还有事儿，他要先走了啊。不是来找我的，帝哥哥一定知道这个贱人在这儿，帝哥哥一定是来找那个贱人的。这明月越来越疯癫了，这样吧。你先回去，不然你会刺激到他。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回去，跟我回去。
敢挑拨离间，信不信老子打花你的脸？不准你打我妈咪！滚！我也是人渣！难道你以为我今天我们俩死在这儿，庄美华会放过你吗？庄美华算老几啊？啊？你以为老子怕他？不杀你不是因为怕他，而是要留你一条狗命啊！让你好好看看地家到底是怎么到老子手上的。啊！滚开！啊！你真是太天真了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不会全信庄美华，我一定会留一些把柄在手里。所以你们两个今天鬼鬼祟祟的在这儿，是因为知道庄伟华有什么证据想来偷，是吗？没错。在哪儿呢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我有一个唯一的要求，就是你把小北带出去。你也配跟我谈条件？这样也可以，不过我到死都不会透露一点。你好，我答应你。说说把柄是什么？庄伟华手上捏了不少人命，证据在书房里，你自己去找。书房，把小美带出去啊！啊，真是无耻的女人！我就知道你是来带我走的。你知道我那个贱人在哪儿吗？那个，你不是来找我的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误会了，明月。明月，我找到他是和他彻底决裂，然后再带你走。你知道他在哪儿对不对？你告诉我。好，李哥哥，来，你钥匙，我等你。你要回来，等我。怎么是你？来不及解释了，婉婉，快带上小飞跟我走。张女孩，我爸爷要杀了你了，快走，快快跟我走。快走啊，婉婉！心月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？当然是远离庄武华和顾浩燕了，跑得越远越好。难不成你想死在他们手里？妈咪，不要相信他，他最坏了。闭嘴，臭小子！心月，把刀放下，有话好好说。我到现在才发现，顾浩燕他就是个人渣。他说等他跟庄武华的计划完成之后，就跟我远走高飞。可是他骗我。只有你能帮我，婉婉。我能帮你什么？我早就提醒过你，顾浩燕他就是个人渣。是你自己。你可以给我钱，给我3000万，我要离开这儿。难不成害他的人就是带着这个美甲片的人？陈心月，原来是你杀了我爸爸。不是我。不是我，是顾浩燕，是他用枕头把你爸爸活生生捂死的。不是我，我只是在旁边看着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真是心人渣，还想要3000万，做你的出色打边逼我。如果你还不想像顾浩燕那么人渣，我不能自首，你给我钱，让我离开这儿，给我钱，离开这里。啊！老板，你来的正好。给我3000万，不然我杀了他，杀了你儿子。好，这太有关系了，我命啊！顾浩燕，你什么资？把卡给我，给我！这是我的钱，到我手里就是我的钱。你个臭婊子，都是出来玩的，你动什么感情啊？啊！
天池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怎么办？锦州，系好安全带，抱紧小北。好，来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追！锦州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要不是我今天去找钟伟华被抓，我们也不会陷入这样的困境。我只是想做点事情报答你。傻瓜，你不用报答我，能帮上你并且守护你，是我这二十几年最幸福的事情。其实在你没认识我的时候，我早就爱上你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等我们没事了，我一定将我偷偷暗恋你的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。锦州，锦州，你没事吧？锦州，锦州，陆江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啊，李锦州，你也有今天。啊，下来！啊，锦州。别走，我跟你说可啊。顾皓月，我当初就不该放过你。你妈要是知道的话，死都不会安宁。少他妈废话，车上跳。今天你不弄死我，老子就弄死他。好好好，可惜没用，赶紧通知你的律师，把你地氏集团所有的股份都转让给我，不然我就在你心爱的女人的脸上划上这么几刀。你放过他，我都给你。爹地，不要相信他的话，就算他得到一切，也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不要。你看，那是你最重要的东西。而小北才是最重要。我已经交代清楚了，你放了他。锦州啊，还需要你实现。你的鞋子，跪下。爸爸，大宝，不要！弟哥哥，你快跑！快跑啊！弟哥哥，让我走！弟哥哥，不要！凌月，滚开！雪，雪，滚！老实点，跪下。李总，庄伟华杀害你父母的证据全在他书房找到了。书房偷我的东西。老实点，这招调虎离山计不错吧？好啊，李锦总，你竟然还给我藏了这么一手。还有你的新能源计划，我早就知道你动了手脚。我的新能源计划天衣无缝，一次就能看出问题。没错，你在新能源计划中动的手脚确实很难让人察觉，但这一切多亏了谢。不可能！他只有五岁的小屁孩，他怎么能看出我计划中的问题？爹地，我不知道你们的事情啊，而且这个坏蛋叔叔事情，我明明还没来得及跟你说。因为爹地看了小北的话呀。
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你起了疑心。当你说要把新能源计划送给我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里面有诈。直到明月闯入我家说的那番话，我就更加确信了你的阴谋，所以叫人搜了你的钱。我庄卫华算计了一辈子，20年前我毁在了只有8岁时候的你，没想到我后半生重蹈覆辙，又毁在了你这个只有5岁孩子的身上，真是荒谬。父母向来跟你是至交，你为什么杀了他们？为什么杀？当初是我先认识你母亲，结果你母亲却相中了你的爸爸，他一定是看中他有钱，瞧不起我，因为我没钱。既然我得不到，那我就统统毁掉。错了，我母亲一直当你是兄长，我父亲一直当你是正人君子，他们一直把你当亲人一样。亲人？这个世上还什么亲人？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冷漠的。就算你血管流了同样的血，他一样会出卖。庄明月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当时像心肝一样疼啊，结果他就仅仅因为你，足以背叛了我。亲人？什么他妈狗屁亲人！你错了，坏蛋叔叔。今天是这个世界上最能让你牵挂人。他能超越时间，甚至还能超越时空。毁就毁在你这个小屁孩身上。妈咪，我说的对吗？小北，你说的很对。既然你对他早有防备，为什么一直告诉我？害得我一直以为你对他很信任。我不告诉你，是怕你置身危险之中，没想到反而让你担心，差点落入他手。宝贝，以后不许这样。没了你和小美，我下半辈子怎么办？大人，你别想我，小美，老师，20年前，我为了事业扬成大患，20年后。我杀了你的儿子，我也了却了我的心愿。把他带走。你是最坚强，一定要振作啊！小北，不要倔强，不要脾气，跟爸爸说话。爹地妈妈，对你小宝宝，是你小北。妈咪，你相信小北是来自未来吗？信，妈咪信。小北说的话，妈咪早就深信不疑。爹爹也信，相信小北来自未来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天使啊。爹爹，你告诉妈咪，你早就喜欢妈咪很久很久了吗？爹爹告诉妈咪了。妈咪也知道了，以后啊，我会告诉你你对妈咪的一见钟情和喜欢她很久很久的故事。我才不要听，在未来我的耳朵已经麻木了。弟弟不管，小贝耳朵听麻木，弟弟要说。小贝做的，保护了妈咪，保护了爹爹，保护了肚子里的小贝。你是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骄傲。妈咪不要哭，小北该走了。自从妈咪怀上的肚子里小北后，小北就感应到自己要走，但小北不是真的走。很快我妈会醒醒，所以妈咪不用分心。妈咪不伤心，妈咪不哭。爹地，你要保护我，照顾好妈咪，照顾好肚子里的小贝。好，爹地等你回来。小贝，
所以啊，爹地对你妈咪一见钟情的地方是在一个咖啡馆。那时候呢，你妈咪已经跟一个不想再提起的渣男在一起了，所以爹地只能默默地守护她，爱慕她。好啦好啦，你对我一见钟情并且暗恋我好几年的事，你已经讲了整整九个月了。别说小北了，我的耳朵听得要起茧了。他刚才一直踢我呢，有意见了。是吗？嗯。小北对爹爹有意见了。又踢了一下。哎，看来是真的烦爹爹了，是吧？时间不早了，该去医院住几天了。还有一周就到分娩期了。医生不是说提前三天去就可以吗？你着什么急？他是我儿子，安全起见。到。你坐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去办理医院手续。小北，怎么回事？这九个月你妈肚子里一直很出汗。爸爸，去死吧！爸爸，血就没了。医生，大姐，医生来了，不会有事的，你不会有事的。一定要救救我太太！放心，我们会尽力的。不是，我太太怎样？因为现在胎位不正，有搭出血状况，请胎儿签字。一定要救活我太太。好的，我们会努力的。你醒了，谢谢你扛下所有，小北很健康。让我看看小北。你终于又跟爹地妈咪见面了，这一次就是小北救了妈咪。小北一定是感受到了危险，所以才不让你去洗手间的。张明月呢？他怎么样？被警察带走了，听说进了精神病院。放心，他以后不会再来打扰我了。你说小北他现在出生是不是带着前世的气味啊？那么我们俩说话他听得懂吗？你要不要问问小北本人呀？小北，你如果什么都记得的话，就抓下妈咪的手，
你如果什么都不记得，就抓下爹地的手。